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，这个东西。嘿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飞象。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可怕电梯，这次我们会在电梯里遇到什么呢？入口在这里，我进来了 Ben 啊，第一个怪物是什么呢？我们手里哇又是这个带血的喷泉，不一会儿的话我们怎么所有人都有加速器啊，什么都不给我们吃，不一会儿的话这个人就会复活。哎，这里有个金币啊，不要抢我，这里有个成就，我们好像上次吃过了是吧，他好像复活了，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在电梯里面，看到没有，虽然攻击力不是很厉害，但是他的攻击速度很快。哎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跳到这个喷泉上，这个喷泉让我想到了上次那个游泳池故事啊，最后那个游泳池变全部变成了红色是吧，哇哦哦，可能有小伙伴或者有怪物死在了那片湖里面，我们等会儿去这个红色房间去拿点道具啊。哎呀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电梯里用这个钩锁，很厉害，老奶奶的家，哇哦，看一下，哦，老奶奶应该会从这里上来，哇哦，她被夹子夹到了，哇哦，老奶奶呢，这里好像很安全，哇哇哇哇，这里有，他又被夹子夹到了，哦，我看到了老奶奶，能不能，哦哦哦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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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下去吃点金币，喂，我怎么走到哪里跟到哪呀，跟到哪儿，喂，哎，跳下去，哦，我被老奶奶打了一棒槌，他怎么跟着我呀？没看到我，哦，啊，过关了，我还有一丝血，你看这个血，呀天啊！被老奶奶挥了一锤子下去，一棒子下去就只剩一丝血了，差点我们就 GG 了，就牺牲了是吧？Oh my god！ 噔噔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没有死过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小丑的通道下水道，哇哦，很小，没有什么密室可以躲，哎，也没有地方能出去。我们只有想办法在这里生存下来。跳到这个杠子上怎么样？对啊，这个杠子上，小丑百分百有能力跳上来呀。能不能钻过去？让我钻过去。啊，那边看起来很安全。哎，那边有一个小丑的气球，看到没有？隔着墙，小丑在。哦，过关了。我感觉再过一会儿，这个小丑就要过来进入这里面了，来到我们这个安全区域了。爸爸爸爸爸爸爸 I need you 哇哦哇哦 what 啊哦，每一次都有些惊喜等着我们。这个是快点躲一边吧，章鱼哥又要来了，等会看好，等你们看好，站在当中的小伙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生啊！哈哈，哇塞！哈哈，哦！小飞象今天好像一次都没有死啊！什么情况？不是他这个不都已经叫过一声了吗？我刚说完没有死就给我打脸！啊，不算啊，这个太坑爹了！哇，什么声音啊？怪物在尖叫，喂，这个太坑爹了，刚刚我明明已经听到了一声叫声，已经过去他却还过来 bedroom， 嗯哼嗯哼，滴滴滴滴滴，哦，这里会，哦，这个东西等会会出来，哇塞，这怪物等会会出来，躲在这柜子缝里怎么样，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跳到柜子上踩他头，踩他头跳到柜子上，我卡在柜子里了，小飞象卡在了柜子里，跳到这个台灯上我记得是没有用的，他这个速度太快了，安全过关，我跳到这个台灯上的话我记得这怪物是可以跳上来的，
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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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。哇哦，这怪我好像不太见到哎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 他在说 I love you. 猫猫猫，这是 SCP 096。哇哇哇，这个速度特别快。No， 我又被人坑了。这次我没有过去，他居然 ，Oh my god， 他居然直接过来了。哦，我们去这个里面看一看吧。哈，哈哈哈哈，拿一下武器。这个电梯现在没有任何的什么变身效果吗？我想去变成别人的样子也不行。能不能变成？哎，在这里可以买东西。100击杀，29、哦，我们只能买个锤子吗？哦，买了个锤子，哇哦，实锤。这边还有点数，可以买一些别的东西啊。嗯，这边也是，鞋子也可以买了。哇，弹簧，加18的生命值，这是什么？岩浆吗？怎么还有这个？这是新的吗？我们进去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？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也是，又是 SCP 出来了！哇，这是什么？我捡到了一个东西。这个我把 Bandy， 这是 Bandy 的墨水机器吧，放在了后面。哦，这个怪物，这是一个新的 SCP。我们能不能走得快点？走得快一点。这里，哦 ，Oh my god， 那边是不是能出去？那边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出去？开门。不开门也没关系，我过关了。捡到了一个这个东西，哎，他也捡到了，就是他能绕着我们转，像是一个特效的样子啊！哇哦，嗯，哎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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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个，哎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他们走的都太快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只见指纹其身，不见其人啊！这个东西，拿刀的吗？不管，我们冒死冲过去看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哦，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黑！哦，看到了，好像，哎，这走不过去。是谁？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。在哪里？哇，这特效太多了。哇！好像是个黑影，我没有看见他的真面目就结束了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轻松过关是吧？这电梯呢又更新出了5-6个新的，但是我们最近好像都没有遇到过。然后游戏的模式我都会打在最后面的，如果各位小伙伴想看什么游戏模式的话，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。然后，哎，哎。哎，一些经常的留言的小伙伴呢，我就会通过他申请加他的游戏好友，然后来这边。这次我知道了，这次章鱼哥休想坑到我！我知道了，我们离他离得远一点。哎，哎，等他叫完之后，我们不要下去，等他走了我们再下去。这时候下去如果还是会死，知道吧？等他走了，哎，这时候下去也是会死的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下面两个小伙伴。感觉只要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他有一种功能，他只要瞪着你，你就拜拜了。啊，又是些怪物，这个电梯，哈哈，也很多小伙伴非常喜欢。那么想看一些恐怖的游戏是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们还会继续更新的。嘟嘟嘟嘟嘟，哇，一片血色，又来了。没猜错的话，这个怪物应该是我们可以击败他，能不能打他啊？他躺着把我杀了，不是吧，我的哥哥！哇塞，他躺着就给我把我杀了，天哪！哎，下面是什么地方？哇哦，下面是什么地方？哎，下面好像能买衣服。这里呢？这里是重生的地方吗？哇，好像是可以的。好像是可以重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有用吗？哦，好像可以。这个呢？啊，用2000多点换了重生4级。哦，那重生4级能拿什么道具？能拿一个气球，能拿药水。哇哇，直接被传送进来了，索尼克的世界。气球什么用？能跳高吗？没有什么用。哦，有加速效果，很好。哇，索尼克就在我们后面。No！索尼克就在我们后面跳起来，我的天，出去了。
拜拜，我们出去了。哦，还有这个药水是干什么的？咕噜咕噜咕噜，哦，也是加速的，哇，好快！这边是用2000多点，这边是用生存次数，哦，50个生存次数能换一次重生，2000多点也能换一次重生，然后5次重生我们就能进这个门了。哇，也就是还差一次重生。哦，哦，那我们要争取多活下来几次。多活下来几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重生5次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还差一次我们就能玩后面的了。那么各位小伙伴应该下次能看到了 Tree House 是树屋大亨吗？哎，真的，这好像是个新地图吧，之前没怎么玩过吧。我们把东西吃一吃。听到了杀手的声音，哎，就在我们后面，大哥过分了吧，黑丝雪。哦，跑得这么快吗？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游戏时光就玩到这了，各位小伙伴记得明天准时收看哦，拜拜。